首先呢，裤子的部分来完全超弹高弹 ，S M L、XL 都可以穿的这一件 ，S M L、XL 都可以穿，而且呢，这一件也很棒，就是正装要给大家穿去上班的裤子，因为它不会很短，它算是比较偏长一点点的裤裤喽。好，上衣这一件也是完全走高规格、高质感，有肩带扣，可以让大家调整肩距，建议大家穿比较浅色的内着，因为因为今天是穿黑色的内着，微透微透的感觉，如果大家会在意的话，自己换成浅色的内着。它是负完全单层。你有没有看到超级冰凉了，它这一块料子非常的冰，所以我从裤子到上衣到外套穿起来，我整个人就是很滑很凉的感觉，然后夹口都不会很紧，该有的细节来大领式的细节有，然后呢排扣你想要扣起来我觉得也 OK 哦，然后想当外套的我觉得也很赞。好，然后呢长度的部分其实呢小个儿高个儿都可以穿，上班穿搭更是适合，折起来就这么小，所以呢它是完全非常亲肤，完全轻薄透，滑到不行，凉到不行的一个 set。